办一个指南宫办一个国际茶道节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给一个题目，第一个，既然来到这个宝地这边指南宫，你知道指南宫是祭拜什么的？神明，谁知道？小朋友知道？来，手放下来，一二三，这个小，哎，小朋友，你们是双胞胎是啊？我点错了，好，你说看，来，什么神明？土地公啊，答对了，你有没有去拜啊？要去拜土地公才求平安哦。好，那上个菠萝山给大家，好，再一题啊，好，送帽子。那我们这边是竹山镇嘛，对不对？竹山的农特产有三宝。一个农产品的字啊，请举手。来，地瓜。竹山就是竹林很多嘛，所以说竹笋是很重要的经济产物哦，跟大家讲这三把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